睇完片啦，今日介绍嘅咧唔系吸尘机，唔系微波炉，而系呢一只 Eco Delta 1300嘅行动电源。咁呢部 Eco Delta 1300究竟有咩特别呢？首先佢个电池容量咧就去到1260 Wh， 咁啊非常之大噶啦，咁啊同你哋一般叉手提电话嗰啲 power bank 咧冇得比啊，咁佢已经系唔知几多倍嘅电容量嚟噶啦。咁第二就系咧佢嘅输出咧，除咗 USB 之外咧，咁其实佢系有呢个 13A 啊，咁普通一般市电插头嘅输出，咁咧佢可以将入边嘅电池转换翻咗个 AC 嘅交流电啊，俾你一般嘅电器去使用。咁最高嘅电源输出咧可以去到1800伏，咁所以啱先咧，不论我哋驳吸尘机啊、驳微波炉等等咧，咁佢都绝对应付到嘅。甚至乎啊，如果你攞嚟驳啊饭煲啊、电磁炉啊、灯啊等等咧，咁呢个产品咧都应付到噶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实佢呢个设计咧就相当之适合一啲话可能去露营啊，咁甚至乎佢啲摄影工作啊，喺户外冇电嘅地方下咧，咁拖埋呢一嚿嘢出去，咁啊做一个后备嘅电源供应。咁因为呢一件产品咧都有翻咁上下斤两啊，咁电池连埋个主机机壳咧都有13-14 kg。咁其實佢個設計咧，都真係如你擺喺架車啊，擺喺車尾度咁出租或者去做嘢去玩嘅時候咧，車埋佢用嘅啫。咁基本上一般人都唔會拎住佢去搭地鐵噶啦。咁為咗方便一般人擺上車啊，攞去出邊使用之後，咁啊做翻個插電嘅動作咧。咁除咗一般市電嘅輸入之外咧，咁其實佢亦都提供咗呢個車充嘅功能。咁可以用翻車上面嘅點煙器12V， 咁啊幫呢嚿電池去做翻個插滿。咁當然啦，速度就要耐翻少少啦。咁如果你話一般可能擺翻喺室內用翻個 power cord 市電嗰個輸入嘅話咧，咁基本上由 0% 去到 80% 咧，一個鐘就插得滿噶啦。除咗車充同埋市電充電之外咧，其實你都可以選擇用呢個太陽能去為呢個 Eco Delta 1300去做一個充電。咁香港可能比較少用，咁外國可能比較多啦，可能啲露營車上面有太陽能充電板啊。咁可能 keep 住日頭嘅時候就幫呢件產品做一個充電，夜晚嘅時候就為你室內嘅燈光啊等等去做一個照明。咁香港環境咧，咁我相信啦，咁都係用翻佢嘅 USB， 甚至乎佢背後嗰四個 13A 插頭咧，咁啊比較常用少少。咁除咗市電輸出之外咧，咁其實佢都有基本嘅 USB 輸出，咁啊例如四個嘅 USB Type A 啦，另外仲有兩個 Type C 嘅輸出。咁嗰兩個 Type C 嘅輸出咧，最高可以去到60伏。咁即係話咧，如果你一般市場上嘅 notebook 啊、macbook 等等咧，都可以攞佢嚟做插電噶啦。咁其實如果你話出 job， 咁啊一流啦，駁燈啊、駁相機啊、駁電腦啊都冇問題。去露營，咁你可能同樣駁電腦啊、駁下喇叭、駁燈、駁你嘅豬食爐、駁電飯煲，咁呢件產品咧都絕對滿足到你嘅。咁總結嚟講啦，咁呢只 Eco Delta 1300咧，咁就有幾個優點。第一個優點咧就係佢電池容量非常之大啦。第二就係佢個輸出非常之高，去到1800伏，咁啊可以足夠推動你嘅電磁爐、主食爐具，甚至乎燈啊等等。咁第三啦，前面都係有唔同嘅 USB 插口，咁啊放翻你啲電話啊、tablet 啊、電腦啊等等做一個充電。第四啦，就係當佢冇曬電之後咧，咁佢由零插到去 80%， 用呢個 AC 交流電去做一個輸入嘅時候咧，只需要一小時就可以插到 80% 滿噶啦。咁如果你平時嘅工作或者可能放假出去玩需要用到電嘅話咧，咁不妨考慮一下呢款 Eco Delta 1300。咁相信咧，佢都可以為你平時去露營啊或者去工作咧，增添咗唔少嘅樂趣，同埋帶嚟唔少嘅方便嘅。今日關於呢個 Eco Delta 1300嘅介紹咧，差唔多啦。咁如果對呢件產品有興趣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話咧，咁就可以 inbox 我哋啦，甚至乎可以聯絡翻香港嘅代理商 On The Go OTG。詳細嘅資料可以睇翻下面嘅 description。我哋下一次再為大家開箱唔同更多嘅產品，下次見。